充满民族风特色的宁夏歌舞表演吸引所有花莲乡亲的目光，而同台演出的还有阿美族的原住民舞团。除了到花东探访原住民文化与考察精致农业，宁夏团访台期间也走访了台北宁夏夜市，观摩台湾特色小吃。七天行程收获满满，两地经贸交流前景可期。我们在这些相互了解中看到了宁台合作的良好机遇，我们经济合作的前景非常美好，我们未来发展的空间非常广大。宁夏被大陆官方列为向西发展的桥头堡，借助当地丰富的天然资源，台湾的现代农业、旅游服务业以及资讯产业，渴望借由宁夏前进商机庞大的中东与阿拉伯市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